姑奶奶，你真是神医啊，王爷的烧全退了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呐。那当然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，大晚上的。你的嘴。我怎么这么善良，舍己救人？我可真是个好神医。这鼻子不错，睫毛还长，下颚线也好看，还有这嘴巴。王妃是在干嘛？我想帮你看看伤口。伤口在胸上。哦，对。疼。不好意思啊。王爷，你是怎么受伤的？你怎么那么多仇家？他们以为本王要夺取皇位。那你想吗？想啊。这是我不花钱能听的吗？算了算了，我不问了。你别摸，太丑了。谁说的呀？很可爱啊。我都是为了救你，嘴巴才变成这样的。你可要报答我。
这么安静，带我进去看看。王爷王妃，清水县简陋，可还住得习惯？除了不能出去转转，别的都尚可。不能出去，外面太危险，到处都是瘟疫。哎，徐大人，那你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怎么都没事儿啊？我下官防护做得好，走哪儿都戴着面纱。哦，那我也戴面纱不就好了？那不行，不行，您身份尊贵，哪儿能放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本王看你是不敢让我们出去吧。王爷何出此言啊？清水县根本就不是瘟疫。徐清风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竟然敢欺瞒朝廷，以下犯上。来人啊！把他们给我拿下！一，呀，我都还没数到三呢，看来我这药下猛了。啊，我的腿！这是我新研制的软骨散，用了以后，七天都起不来呢。你是妖妃？你以为就你们会下毒啊？本王妃可是从3岁就开始玩毒了。哼！你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我谅你也不敢给全城的百姓下毒。说吧，幕后主使者是谁？究竟想干嘛？王爷饶命！王爷，我也是被逼的，都是。王爷，镖上有毒。王爷，哎呦呦！信。王爷，你在这儿还有鸽子呢。啊！原来如此。怎么？他们在清水县有家药铺，高价售卖一锦的药，想必就是此毒的解药。下毒，然后又卖解药，他们还真会赚钱。我们现在去抓他。没用的，已经人去楼空，人也被解决了。下手还真是干脆利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和十七给百姓解毒，本王去泄愤奏折。不是我这，一群废物。本宫要你们有何用？什么叫杀不死，毒不死？他上官离要是回来，本宫要你们陪着他一起死！滚！是。太子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来啦！谁呀？你这是哪个官啊？在下陈义清。哦，在下十七。下官陈义清，拜见安乐王爷。无需多礼，坐吧。谢王爷。清水县本王也不算太了解，但你是朝廷直接派过来的，直接去衙门就会有人与你对接，无需在本王这儿多停留。是，王爷。不过清水县的百姓
受了太多苦难，还望你以后善待他们。下官定不会负朝廷与王爷所望，下半辈子都会为清水县而活。陈大人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下官从小自学医术，听闻王妃仅凭一人之力便轻而易举解了村民的毒，下官很是钦佩，想请教一二。清水县来了一位这么好看的县令呢？王妃说笑了，皮囊而已，怎么能与王妃的一身妙手医术相比呢？嗨，客气客气。王妃是怎么能一眼就看出那是九尾毒的？听说那个毒十分诡异。你是懂的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毒可刁钻了，无色无味，不常见。还好我师父早些年教过我，所以呢，我是懂一些解毒的办法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县令长得确实挺好看的，年纪轻轻，不够稳重。那不能，我听说他年少得志。年纪轻轻就高中状元，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与有夫之妇谈笑风生，非君子所为。那不是，你听，他们俩在讨论医术呢。十七啊，要不我把你送给他？那不行，我死都是你的鬼。先去死吧。啊。这么突然的吗？我这个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王妃，天气寒冷，小心着凉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们刚刚聊到哪儿来着？地涌金莲。哦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坐坐坐。地涌金莲，你说这金莲清水县就有？有，我来清水县上任之前，特意查阅过清水县所有资料。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天助我也。行呀，我觉得你能成大事。王爷，我们说这些你听得懂吗？本王可以学啊。那我们明天就去找地涌金莲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不过根据记载，那个东西在深山里面，我们必须很早就出发，因为要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好，本王亲自送你去。王爷不用去了。本王也想看看这金莲。哎，我也想去看。啥意思啊？去看看。啊，王爷、王妃，在下先行告辞，今日实在是打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咱们再聊会儿。冯轲。哎，先别走，我们再聊会儿，别走啊。哎，王爷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没有。你明明就是吃醋了。本王就是吃醋啊。本王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们不是在一起吗？本王不想跟你合作，不想跟你保持距离，不想看到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本王就是会吃醋。you
会不会是本王太快了，太直接了？吓到他了吧？他不会是不喜欢本王吧？走，不走，走，不走，走，不走，走，还是不走呢？王妃，就你一个人？走吧走吧，咱们赶紧出发。那王爷呢？咱不等他了，他还在睡觉呢。走。真的不等他了？不等了不等了。王妃呢？王妃走了吧？她不是和那个小白脸上山采药去了吗？他是不喜欢我，还是嫌弃我？王爷，吃吧。为什么这么绿啊？为什么呢？应景呗。王爷，等会儿，咱不是说不来的吗？哎，哎，你这又要爬山啊？来，王妃，先喝口水。王妃。啊。啊，谢谢啊。王妃，您为什么对地涌金莲这么感兴趣？还要亲自来取呢？这我能告诉你吗？我在京城开了一家医馆，里面有一些妇人，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病症。这地涌金莲就可以医治他们。在下佩服王妃亲自为百姓寻找药材，真是……这些妇人都可有钱了，要是把他们的病给医好了，那钱还不大把大把的来。这赚钱也不是不行嘛，这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嗯，我们继续走吧，天色不早了，一会儿天黑了会有野兽出没。哦，好。王爷，你看他们人在那儿。本王不行啊，我好像有点晕。没事没事，可能是走累了。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刚刚起猛了。王妃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王妃，王妃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哎哎，王爷！哎，加快，加快，王爷！不好，王妃，得罪了。畜生，你想干嘛？你个畜生，居然敢对王妃想入非非！
王爷，误会，误会，王妃中毒了。中毒？在下正在想帮王妃检查伤口在何处。你们先出去。出去，走。手上脚上都没有，那应该在身上。王爷，王妃中的是剧毒，需要赶紧查看伤口，否则毒素攻心就不好医治了。欢欢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王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是什么样的？让我看看。不行，不许进来。王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吃醋？人命关天呐，不方便。四个小血点，像小蛇咬的吧？那应该就是这个。王爷，您赶紧把毒给吸出来。吸出来。不要，那让我来吸。不行，那我吸吧。你去死。王爷，你抓紧时间，我先去采药，一会儿你得给他洗干净啊。王爷，我去看一下他。本王上辈子真欠你的。你醒了，欢欢，你没事吧？你变态！你干嘛？你被咬了！被什么咬了？被什么咬了？被什么咬了？你这个臭变态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你这个臭！被蛇咬了！蛇！被蛇咬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我采蘑菇。采蘑菇？你把衣服穿上吧。话说，你不是神医吗？怎么会被蛇咬晕？神医也是人，又不是万能的，也会中毒，也会生老病死的，好吗？王妃说的对，医者不自医，也是常有的。来，王妃，一会儿把药给换了。哎，我说你呀，你，王妃，人家夫妻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，你陪我看星星去。走，不，我不想。不，你想。林欢欢，本王
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林欢欢。嗯，林欢欢，怎么了？好久都没有听到别人这样叫我了，我都快以为自己是林商商了。你就是你。林商商，温柔贤惠，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你。你小心一点！来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哎，我好困啊，我好冷啊！啊，月色真美啊！上来。你干嘛？背你。哎呀，不用。走喽，回家去喽。哎，我还要找第五金莲呢。你还找什么呀？回头让王爷给你买一车不得了。王爷，回家路在这边，你干嘛去啊？找金莲。又找金莲？第五金莲能解决很多女性的痛苦。你伤口没事了吧？伤口？对啊。哎呀，你别说那个了。放心吧，本王会对你负责的。停！金莲，金莲，金莲！太子，太子，来来来来来，清水县最好吃最大的油条。哎，请请请。好吃吗？嗯。来，慢点，您瞧瞧啊。呀，嗯，王妃来了。慢点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王妃，你这屁股咋了？被蛇咬了。哟，这蛇眼神不错，咬的真是地方。别扯开话题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怎么还带着太子一起啊？切，你还说给我们写信呢，我们连你的碎纸片都没收着。就是。正面回答问题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这都多久了？这王妃。走了有17天了吧，还是没有给我们写信，这王妃是真的不靠谱啊。改成赌场就好了吧。肯定还是说有。王妃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的。人家太子爱了你10年，你居然为了美色抛弃了人家。没想到你对待感情是这么的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你们这用词也太七七八八了吧。太子此次前来所谓何事？看商商。你偷跑出来皇后知道吗？
现在应该知道了。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居然连个太子都看不住。皇后娘娘息怒啊，为了一个女人连命都不顾了，跑去清水县，这林家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。我来说两句啊。今天呢是我亲自下的厨，一来是庆祝清水县疫情解除，二来呢是欢迎我们太子远道而来。那么大家就不用客气了，开吃吧。说得好。好好好。真是没想到商商除了琴棋书画还做得一手好菜，今日能亲自品尝也是我的荣幸。来，大家快吃吧。来来来，王爷，咱先吃个鱼头啊。俗话说吃了鱼头万事不愁。明白。来，咱再吃鱼尾，顺风顺水。王爷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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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哎，太子，咱也吃。吃素健康，吃嘛玩香，多加点啊。好好，多加点。来，好。嗯，哼哼。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那就好。上官你。我真是羡慕你，天天都能吃到商商做的菜。那是当然了。爷，你不是爱喝汤吗？喝点汤，来。哎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喝，喝，喝。哼，让你们一个两个的算计我。哎，太子，我们夫妻就要就寝了，你若不困可以喝个茶赏个月。王爷，要不咱们还是一块赏月吧？啊？把箱子抬到后面啊，轻点，里面全是好东西，是比较名贵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俩是哪一伙的？去，去去。哟呵，还切切我，瞅你长得跟那个大鲶鱼似的，还切切。切。哎呦。清水县之事就告一段落。以后善待百姓，陈大人好好干，朝廷不会亏待任何一位好官的。下官定不辜负朝廷的栽培，时刻谨记太子和王爷的嘱咐。商商，嗯，让开。你们俩都跟我挤一辆马车干嘛呀？王爷与王妃坐一辆马车，天经地义的。
本太子的马车出发前坏了。夏商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来来，喝点水。羊奶更有营养。水，水好。停车！哎，商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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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要去方便吗？本王陪你去。滚！哎，商商，商商，你去哪儿？哎，走走走走，王爷王爷，太子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商商都走了。王爷，您听我，太子，您听我说，这个事情吧。他不能着急，得慢慢来。对呀、啊，既然咱主动没用，咱就靠吸引力，去吸引，去征服。咱要让王妃心疼你。心疼我？心疼？听着你的，使劲儿，缓慢。商商，这有猎物吗？刚才还有呢，现在跑了。好啊，王爷，下来吧，你快下来呀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呀，王爷摔倒了，快来看呐！哎呦，王爷，王爷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摘了个苹果。我们王爷为了给你摘果子，从树上摔下来了。苦肉计，高啊！王爷，快起来，小心屁股。王爷，这树上能结出这样的苹果吗？好大的苹果树！都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林商商，你是哪一颗？哄小孩的话，你也相信啊？为什么突然不理本王？好意思说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心上人。切，鬼才信你。发自肺腑的。你不是还要拿我跟太子换皇位吗？你把皇位给我，我就把它还给你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理本王的。
我石琴回来了，快卸箱子去。是。哇，好大呀！我说啊，太子都回去了，你们俩咋没跟着呢？反倒来我们这种小府院。石琴哥哥，这太子有啥好的？这以后三宫六院的，矛盾多，麻烦得很。你不成功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石琴，哎，你带他们去西院吧。哎，好嘞。以后你们到了我的地盘，听我的。欢欢，王爷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。那我先回西院了。冷不冷啊？西院冷不冷？还行吧。饿不饿？还行吧。你要不要搬到我房间？还行。我还是先回西院吧。你不是去解决上官离了吗？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本以为能从上官离手里抢回上上，但是他俩是真爱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以后一定不会再惹母后生气了。真爱。以后呀，安心做好你的太子，讨你父皇开心就好。别的事情交给母后来做。下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什么？你们俩摸了？这就对了。离元芳不远了。哎呦，不远了，必须的吧。下去吧。嗯呢。我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一个人的。这一生，这一世，我都不会放手。你把我俩叫来，就是看你在这傻笑的。屁股都要坐麻喽。我笑了吗？你自己看看，一脸写满了春心荡漾。你自己看看，一脸写满了春心荡漾。我来是找你们商量事儿的。啥事儿啊？啥呀？这么大一颗，不拉嗓子眼儿啊？这个药很珍贵的，这可是假死药，我在清水县的时候偷偷做的。假死药？你弄它干嘛呀？我之前想走，但是又要走得悄无声息，就只能靠这个药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还是喜欢太子的，你是想假死之后再重新嫁一遍？那得换个身份呢，用什么好呢？啊，就说是我们远房的妹妹，回头咱俩可以当太子的大舅哥。那可是国舅啊。行，你俩够了，我是想要走，想要自由，想要远走高飞。你在王府不自由吗？那王爷苛待你了？倒没有，王爷对我还挺好的。可是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江湖游医，看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，看花是怎么开的，雪是怎么融化的。王府也可以看花是怎么开的，雪是怎么融化的。那是比喻好吗？
总之，我现在真的好纠结，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？哎呀，大哥，咱可不能让他走了呀！王爷，多大的高山呢？哎，你说的对呀。这次，咱们得站靠山这边。爱的溏心蛋，爱的满满，爱的小萝卜。王爷，王妃，请用。这俩鬼居然敢抢我的活儿！这次多亏了商商研究出了解药，解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我要。儿臣与商商本就是去清水县将功补过，无需赏赐。再者，商商本就是益者仁心，百姓安康是他身为安乐王妃最期望看到的。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？安乐王妃？嗯。好，好啊，好一个安乐王妃，朕必重赏。谢父皇。嗯。还真不是一般的抠啊。好巧啊。商商，我太子，我知道我们以前有种种过往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安乐王妃，王爷对我很好，我也心悦于他，你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女孩的。我先告辞了，王爷还在等我。儿臣怀疑军中运送假药事件与清水县有所关联，父皇请看。这是什么？运送假药之人脖子之后有此图腾，另外清水县县令徐清风脖子之后也有此图腾，这件是儿臣在清水县遇刺时留下的，箭头有剧毒，是杀人灭口，不留余地之举。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竟敢行刺皇子，祸及一方啊！此事必须严查。是父皇。终究还是按耐不住，把令牌送去皇宫。是。
你看，那可是皇上御赐的，这在咱青城可是头一件，以后可得来这一家，还是个女大夫呢。嗯，对呀。怎么样，王妃大夫，你是不是觉得身上总有异味，洗不干净？嗯，给你开一瓶金莲丸，服用两周即可。还有，女孩子的内衣要放在阳光底下暴晒，知道了。下一位。走走。闯子。哦。什么情况？别管了，快捡！哇！瞅哪儿呢？瞅我？干嘛呢？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吗？这是给王妃准备的。瞅你们死！过来！让让让让！王爷，你看，本王给你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你只看到金子呀？你准备的？嗯。哇！哇！怎么样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这么隆重？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是你的生辰啊。啊？啊，好像真的是。哇。你之前都不过的？不怎么过，我师父老是出远门，我一个人过也没意思。没关系，以后啊，你每年的生辰本王都陪你过。来，我们祝欢欢生辰快乐。你们看，花前月下，烛光美酒，金钱美色，万事俱备。我跟你们说，今晚我就不信他们俩还远不了房。高啊，实在是高。你看，看什么？今晚没有月亮。一。
生米煮成熟饭了，怎么办？听说你就是大哥呀？嘿嘿嘿，石七哥哥，您辛苦了，以后您就是我的大哥。您就是我大哥的，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，来，这个蛋，你们俩吃。我很关照你们，好不好？来吃。谢谢大哥的。谢谢。吃，大哥。哎，吃。